太阳快出来了，好久没有这么看过日出了，真好看。现在是早上的快7:20了，听你这国这个家伙还在睡，还喊不起来。昨天晚上我们偷懒，就没有晚上回去，然后今天早上要赶紧搞快一点，然后等一会要给平底锅送到幼儿园去，待会他要迟到了。宝，起床了，上学了，迟到了。那你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啊，我只好动用我跟爸爸的终极大招了，咱俩待会把他扛走。你个睡他的，你个穿他的，两个互不打扰。不管你怎么折腾，就是不起。你是你的，妈妈穿妈妈的，没关系的，我们俩各干各的。只要配合妈妈穿一下衣服就行啊。对，他又不傻，不是不知道穿完衣服就要起来。扛走。这样扛走啊？啊，你扛到车里。等一下，我去把车里热一热再扛吧，好吧？行，你去。嗯，算了，再让你睡一会。那个泥鳅一样里面钻。这上接的全是霜。你看，顶过姑父的车后玻璃上。哎呦，大宝贝起床喽！脚脚冷，要穿鞋是不是？好，我给你穿。奥特曼在这儿。大蜘蛛。没买大蜘蛛。的妈呀，睡得迷迷糊糊的，还要检查他的玩具。好，都带了。是回柳城上班吗？是回城市上班和上学。好吧。农村下班下学吗？农村没有。看路上有没有早点，给你买个早点吃。想吃什么？包子。好，可以。啊！我以前是又听到了。好浮夸的演技。今天运气不咋好，一路上都没有碰到什么卖吃的、卖早餐的店。平底锅无奈的只能吃一点小零食垫垫肚子，待会要空着肚子去上学了。我要玩这个，我要刷卡。放赖不行。不要，我要过去。想上学？嗯，对。是的，一定很开心。我要过卡。对，小朋友很多。我要过卡。学校是最美好的。前面路口右转，我们就到了。书包背上。开不开心？嗯，他要回家。看到开心都写在脸上。这么开心，没事。哇，我听到你们有老师在做操啊！你看玩的好开心啊！就等你了。你是因为没吃饱气吗？我要回家。那我喊赵老师过来接你好不好？我去了。我操！打你，你看，你去游乐场，我还母老虎要打人了，你看，打，我不要跟赵哥打，妈妈生气了，出，不要跟赵，不要跟赵哥打，干什么？今天怎么了？妈妈要下雨，弟弟，我不想玩下雨。你都给解开了，你看都脱掉了。妈妈要打你了。你为什么不想上学？我不想上学。不想做操是不是？不做操了。我要玩游戏。是没吃饱？啊，他没吃饱，你看怎么办？是因为没吃饱不开心是吗？那我们吃这个，吃完再去。要吃饭。要吃饭，你看看，那我去买包子吧。好不好？吃包子行吗？吃包子，我都不想上学。吃了包子就不想上学了？那你吃什么就想上学？我都不想上学。就是不想上学、啊。那搞吧，别磨蹭了，你在这磨蹭啥呢？不要的。不是你在磨蹭啥？啊？我看不懂你在磨蹭什么。我抱不动啊！你直接给他捞出来就是了，你什么抱不动啊？扛起来走。
拜拜拜拜。好了，进去了。今天平底锅穿的是最丑的。吃个早饭去，平底锅饿着肚子的，咱俩吃早饭去啊。把平底锅搞到学校去了，然后我跟平底锅的妈妈过来愉快的吃个早饭，吃碗牛肉面。我没来，隐身。哎，别拍，拍给平底锅看到了，平底锅会恨我的。他已经恨你了，不在乎多一点。一想到平底锅现在在学校里面开开心心的上课，我们就很欣慰。这孩子太听话了，是吧？说的对。嗯。